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海龙啊。站在我身边这位超人机长呢，就是咱们罗哥的大侄子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超人机长，以后呢我就跟龙哥混了啊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接到一位粉丝的求助，说呢他的女朋友最近啊总假借着自己是空姐的身份到处吊大哥，但其实他不是，所以说对于这种人呢我安排他一波。玄弟有没有信心？干你完了。Hello， 雅琪。然后，亲爱的，你这个个子太高了，怪不得有空姐的气质。咱俩微信也说了，我这边毕竟也是个机长嘛。然后，除了我正常机长，我还自己有两个小企业。企业是什么样的企业？就是我爸妈做生意的嘛，然后公司管理不过来，然后挂我名头。但我基本上都不怎么去，我一年就等着分钱就好了，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飞行什么的，所以说我做了个飞行员，然后一直爬到机长的位置，纯属为了玩。而且你做空姐，你不是想体验飞机那种感觉吗？对对对，我里边有人，到时候你就直接跟他们说托我这个关系，然后来直接来我这航班飞，咱俩就双宿双飞那种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其实你跟你撒了一个小谎，其实我不是空姐，就差一步没给我选上。差一步没给我选上。老妹儿，你要这么实在，雅琪啊，我也不跟你撒谎，我有企业是真的，但我当飞行员这事儿吧，就是也骗你了。我恐高，我有高血压，我就没去上。那你这是在骗我吗？你不也没当上空姐吗？但是我家有飞机，我弟弟现在是职业飞行员，他没事他自己买不起飞机，就开我家飞机到处去玩。你家还有飞机？就是直升机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家有直升机，怎么没当上机长呢？我没说我恐高加高血压不能整那玩意儿吗？但是我家财力真的是在这块儿呢，就是一个奔驰，三四辆路虎那种，那行驶证啥都在挂的。咱俩能处对象吗？处是肯定能处，对吧？多少咱俩都相互隐瞒了一点点，但是无伤大雅。嗯，就能处啊。嗯，能处。而且为了表现我的诚意吧，就是我弟弟这两天开飞机在沈阳培训呢，我可以带你去瞅一眼飞机。那也行，对吧？带你去坐一圈溜达溜达。行 ，OK 吧？可以。行，咱走。海龙国际机场就建立在这儿，多宽敞啊！我给你讲讲直升机这个原理跟概念啊。我弟弟之前开大飞机，之后为什么开直升机啊？然后这么的，你帮我画个圈，我跟我弟弟联系一下，他就在那边做训练。画多大的圈啊？能停直升机那么大的，大点做地标，你懂不？你慢点，别崩身上啊，你就在这画个圈就行。爱的魔力转圈圈。东东管，东东管，我这边是123，收到请回答 ，over。东东管收到 ，over。你看，我弟弟回我了。他能过来吗？我问一下子啊，这边是你哥，那个你在这干啥呢 ？over。我在训练呢，这我现在好奇飞机呢。今天跟你嫂子我俩想看看飞机，你能不能把飞机飞过来，带我俩在沈阳转两圈 ，over。哥哥，关键我这最近都不开呀，真忙啊现在呀。我让嫂子跟你说句话啊，来。我是海龙对象，你未来嫂子，我想看看直升机。over 那个 over 你嫂子声音这么甜，不想看她本人吗 ？over 别哥，麻烦 over。那咱一会儿能去坐这个直升机吗？我告诉你，咱一会儿绕沈阳，咱多飞两圈，带你多开心开心。然后这么的吧，让你体验一把对讲机，他们这边系统能收着，你跟他说指挥指挥，他往地下落飞机啥的。这没指挥过他们呢。那平时咋唠嗑的呢吗？平时就是跟乘客唠嗑啊。学的时候跟乘客唠嗑是吗？对呀，没有直接跟机长交流的机会。不是，那你就把他当成乘客，不然他一个机长会觉得他嫂子没啥文化。但是我那行吧。尊敬的各位乘客，我们的航班即将起飞。往哪边飞来呢？你也没问问他吗？都没说呀。你问问他走的哪个航线？机长，你走的是什么航线 ？Over。哎呦我去，这不到了吗？常机长，停机坪在你正前方3米处 ，over。知道 ，over。我弟弟开的直升机，漂亮不？你跟我玩呢？不是无人机吗？你先别说话，干扰信号了。干扰信号了。请求降落。不是，我没动，哎，你别闹，我弟弟马上过来。降落 ，over。这根本都不是直升机，这边空姐请求登机，你上车吧。我弟弟来了，哎，我弟弟是机长。对你嫂子，你坐不坐？不坐走了啊！哎呦，我像风一样自由，就像你的温柔，无法挽留。